是上帝这么体贴我。
肉肉，我吃一块腿上的肉。
这一杯茶你先喝吧。那去喝吧。口渴了吧，身体也不累了吧，那喝完了之后你可要继续服侍我。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，那我就把茶撤走了。
这里被蚊子咬了，超级痒。
小平，我又开始调戏你了。组测意思就是把它干掉。甜的。